来关心张高雄一地淡水港阁落大水雨，伫新兴林雅区一挂所在哦淹水，市政府的水情中心紧急开设处理各种的状况。早起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，涨的雨拢落伫市区，对小口客化帮助是无介大，望讲刷来雨会当落伫集水区哦。另外，苏花路段的大高顶线、乌塔到汉本路段，因为崩山管制车辆，也毋过目前已经开放通车了。虽然落着大雨，但过看到民众在路边抓鱼。高雄最近雨落未停，四围拢淹水，有一挂鱼也被冲到路边。气象局伫咧水势案继续针对高雄市发布大雷雨特报。大雨造成新兴、林雅、盐田等几落个区拢传出淹水的情形。从九点半下到十点五十大概左右，所以它整个时雨量。在新兴区达到77毫米，所以这个算是已经超过我们的一个市区的排水标准的一个容许负荷。高雄文化中心头前大雨造成路面淹水，有奥多麦驶经过时阵，山石灰条条的，后边奥多麦闪袂久，直接该弄掉。在各地也传出一挂难产的情形。高雄市政府的水情中心随时按紧急三级开设处理各种情形。虽然大雨来了真急真紧。严谷正可惜，拢落伫咧都会区，无落伫咧集中区。雨虽然下得多，但是这个面积比较小，那也部分都下在市区，对于水源其实帮助不大，希望说这个六月的时候雨能够多下在集水区。那是高雄有状况，北部的宜兰、花莲的山区也拢落大雨，苏花路段的大高顶线、南无到和平之间的观音路段。发生一挂难产的崩山意外，水势按八点半到十二点，大高顶线的乌塔到汉本路段管制，只个人出来袂当入去，目前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市乌来。